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全军出击！有经验吗？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啊，风魔剑魂给经验了，那行啊。咱打个啥？打个狗头人，一击学个艺，上来直接干，吃药干。不要推线儿啊！他肯定想放E，我们往后拉一点。这波他敢吃兵，我们直接上去E他。等个小饼干，这波马上升到二。打一套。不知道打野来没来啊。小子一个刀也不补，他一共补了一个刀。就主耗呗，剩下就随缘。两个，四个，这波一下没一到他。车也不要啊，我是没想到的。老狗头人了呀，这来，这把 EAWA 接双 Q。 这塔下可以杀，先吃个小饼干。我应该不会被塔砸死，没有事，直接回家，他有船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两长剑，一皮鞋，一药水。兵线还往出推，拿下。运气真好，这不是运气好，这叫计算。You know understand。真就主意了呗，你要玩 AP 的呀。上一波他把闪交了，这一波他敢出现在我们视野里，直接死。直接死，出现在我视角里面，直接死。
可能他也知道他并不应该出现在我的视野里面。我应该是死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不能让我的闪现白交了，这波冰不能让他吃着，我们也没有瞎当，无所谓。兵线往出推，这波要想恶心一点，我们就不出提亚马特，不出，出耀光，这样兵线推不过去。不知道这光头上哪去了呀？好，出来了。兵有点多。有点扛不住，我要是硬扛的话有点打不过的。这河蟹我想就给他收了，可以收这波，他打不死这河蟹，我们直接过去把这蟹收了啊。谢谢你的螃蟹，我爱你呀。超了，居然没抢过他这螃蟹。掐一波塔皮，我希望你打我能掉点血，就打个蓝去，把他蓝打了。回家。嗯？怎么能来这么快呢？嗯？不应该呀！这边来的属实是有点快啊。哎呀，我这波应该怎么屠呢？嗯，这样吧，这回下当了，下当150，没事儿，150五个兵。左边
没打，不要害怕。没打，不要害怕，兄弟，给我打死他！杀狗头人呐 ！Nice， 满血怕啥呀？这波一换三还可以接受啊。我们死的惨呐、啊，真惨！我要写个惨字。这是人机吗？你要送我飞机啊？你好像要送我灰鸡是不是啊，兄弟？等耀光触发。这波狗头人不算那么特别好杀呀。为啥要出来呢？这你开完大塔下老是待着不行吗？这大不能空，是不是？我们抓住了他一个心理。我发现这有皮肤跟没有皮肤的猴确实不一样。有皮肤的猴啊，就感觉他是有点脆。不对，没有皮肤的猴就感觉就有点脆，有皮肤了就不脆了。先打个蛤蟆吧。千珏的印记是不是不会在自己家里边刷新？这个狗头人从此以后要进入一波休眠时间。所以我们就可以对他们的队友为所欲为了。没大这波，去上路吧，去上半段，先把这个打了，打完这个打这个。下路这波我去了，我应该也打不死，算了，石头人没大，不去了。浪费石杆，中路可以尝试一下。哎呦 ，nice！ 收波兵，收个狗头人。我来了！啊，人头！有蓝吗？身上没蓝，那说明千珏蓝没打。我们先把线清了，然后把千珏蓝打了。这莉莉亚呀，上路跟我一波三杀以后就起飞了。
嗯，你啥意思？哎呀，我操！挺恶心呐，这小露露啊，可是真恶心呐，有点亏呀。可以，俺们家队友还是很能找机会的啊。在对面没有技能的时候，俺们家队友上去找了一波机会，也是非常的 beautiful。 没眼儿，正义荣耀大光头，你这连个时光也没有，连个要闪现。连个时光也没有，连个大天使也没有，女神之泪都没点满，给我直接就出正义荣耀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其实以前的瑞兹啊是能这么出的，以前的瑞兹。小可爱还可不可爱？我杀了吧呢？会有跳弹，哎，370钻。Q 闪，没有死吧？跳弹没跳起来，给我暴击了。其实我 W 慢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如果一开始 W， 他那个 E 是打不着我的，这波我们就跑了。我稍微有点犹豫，交不交这个技能，你知道吗？薛飞，我们有点犹豫。虽然看上去是有点刮痧，让人玩死了。打个小龙吧，我们三条龙，把对面千珏印记给他找了。19分33秒，这露露干啥呢？啥意思啊？呀，你们要抢小龙，我给你们狠的啊！我给你们狠的，往我这走来。这波我就是阿斌，你们可能就是滔博啊！这波我告诉你们，我看你们能跑几个啊？巨人出现，今天这小可爱必须把他杀了。哎呀，可爱！打个针眼，下路这波好像拆不掉了呀。嗯，打波石头人吧。
扫一下啊，看看有没有人，看一下这眼儿谁插的，虚空之女可以啊。如果是别人插的，说明他旁边有人；如果是他自己插的，说明他旁边不一定有人。不用给我点，这狗头人没什么用。打不过我，咋看的？咋看的？这你们都不会啊？咋看查眼儿你们都不知道啊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这个人不知道怎么看别人怎么到底是谁查的眼儿吧？哎呀！哎呦我操，人是真多呀。不会啊，我教你们，等一会儿啊，我给你们找个眼儿。飞丝了！哎呦我这大狗头人，行啊，去打大龙啊！去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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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打大龙去！这波啊，这波你们要不打大龙，我都瞧不起你们！快点去，听见没有？给我打去打大龙去！快点的，通关的！哎，对，快点去打大龙啊！那快点去，听见没有？快点去，快点给我打。就比如说这个眼左上角一放那儿，就知道是谁插的，看到没？妈呀！这龙都不敢打，哎呀，这也不行啊。这露露咋这么幼呢？我打不动有点儿。把这小龙拿了，对面剩俩，把小龙拿了。不行，等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，别着急，来，这龙不能给他们。我们不要开 W 进场，打后边光头吧。这怎么这么能跑啊？死了还行，可以追，追呀，减的速。哎，这对面的虚空之女没死啊。先吸点血，把下塔拔了吧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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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，差不多了。石头人卖了，
谁的传送啊？光头的传送，那算了，我们赶紧跑。能跑则跑。哎，这露露是真他妈的幼，这露露怎么这么幼啊？哎呀，而且这光头技能怎么不教寒冰啊？定我呀！你这波下去，你把红打了，你把红打了，你把红打了去，然后看看能不能杀几个人。你先把红打了呀。永恩放弃了，我以为他要下去呢，他不下去，他就算了吧。铁手1125，我发现了，这光头就指定我呀，就硬定我，蓝不太够用，老妹儿，给个蓝 buff， 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千珏的那个小狼，拖一波没事。太重推啊，让他们推，我看看是你推的快还是我推的快。这不能再续了，对面回家了，把对面龙 buff 给他拖没了再跟对面打，不用着急。哎，真的，这露露就一个破布甲鞋能这么幼吗？也没有啥血量装备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打不动呢？100来护甲不应该打不动吗？我一个一抠它都不掉血。露露博狗头，狗头是个屁，狗头到现在一共才抠了500来个，他现在要800来个抠的狗头还行。往后撤来，别急啊，这龙 buff 马上消失，等下条小龙，正好他们家下条小龙是龙 buff 消失的时间。这石头人也不知道干哈呢，这石头人他旁边有光头啊，操了，真的，他旁边有人呢。去吸点血，真的要跟我打吧？哎呦，好厉害的狗头人，把小龙拿了。他那边细节一点，把鸡给他引过来，那个鸡可以给我们回更多的血啊。
看有没有红 buff， 拿个红的。没有红的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啊？把千珏给他找了，最好把他坤哥给他打了。哎，小闪，白打个闪现，溜了。春哥2800，差点钱呢。等我春哥，差150。先别着急上啊！哎呦我风魔剑魂，风魔剑魂，风魔剑魂死了，太棒！给他们提供一手控制，我就溜了，没有蓝了，回家了。你说你们为什么非得要送？我就搞不懂。我说我没蓝了，你是听不懂是吧？为什么送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送你头？为什么？致命点烟！你大爷的！你跑来！你别让我有蓝啊！你大爷的！哎呀！吸点血！行，这家伙的！我看能不能九头蛇把他杀了。操你哥们！哼！哎呀，大龙没了，快点过来呀！哎，小龙不是我们的吗？那条风龙，不应该呀、啊。还行，这石头人这波啊，把千珏大给他打了，还不错。讲一个，18、17，那确实抢不了。这种情况，对面拿了大龙该怎么办？知道吧？去把兵线带了，还是一样，就只要对面拿大龙，你就拖一波。你在不确定能不能打得过的情况下，拖两波大龙。把大龙 buff 给他拖过去，我们就去下路带线。这边得守中了，看一下啊。这怎么回事？这家伙的，这么多人，他们有大呀！哎呦 ，nice 啊！哎呦，我们家的莉莉亚，谁说莉莉亚不是版本答案？这虚区有这么高吗？把小龙拿了吧，我们一波试试啊，咱俩
来呀、啊，你就别往野区走了，这三十来秒呢，俺俩直接把这高地给他拆没了呀，这。既然你不想拆，我就拆下路去吧。打我掉点血吧，行不行？走吧，两路差不多，下一把，下一波。不行，我得整个青云，这么打人不掉血，区区实在是不太够。回家了，这是灵车呀，这。我们的灵车，哎，我拍这露露是真他妈的恶心，这个露露，这真恶心。玩死他！守家。上路拿个红，卡莎打不动，光头千绝狗头人，哎，为什么我们家小龙又没有啊？为什么没小龙啊？上波他们没把小龙打了吗？不是真的，我都搞不懂因为什么。你说我刚才去推中路啊，那永恩不来帮我推中，我寻他能去打个小龙，龙他们也不打。千绝人呢？追他，找到他。不行，应该找不到，算了。他往左边走还是往右边走？不确定。来换个破败，怎么打不动？那永恩干啥去了？嗯。哎，这也行啊。
哎呀，终于这小龙是给拿掉了，可不容易啊。没事，我们也没有春哥，无所谓了。看看春哥够不够时间。大走啊！这永恩，我真是都服了，真的。你说人家大龙吧，你不来，你不来吧，其实也倒行。你就干点事儿是不也行？也不干事儿。完了还老要指挥。纯傻逼，真的。出完血手还他妈出幻影之舞，像傻子似的。能把你给气死，真的。他还老指挥，真讨厌。能一波不一波。能打龙不打龙，能团战不团战，能不被抓就被抓，就是纯是个傻子。完了还老他妈指挥，赶紧完事儿，真受不了。幻影之舞血手有问题，那肯定有问题呀。那出血手干啥呀？